小哥哥，给你女朋友买束花吗？你想要吗？不要，我又不是你女朋友。所以，小哥哥还是单身吗？暂时是。那我可以加你微信吗？不好意思。 我没带手机，你把微信号输入给我吧。你走那么快干嘛？那你追上来干嘛？怎么不多聊两句啊？我看你们两个挺投缘的，不如就让他给你过生日吧。 你都送我礼物了，我当然得请你吃饭。嗯，不就一件衬衫吗？我可以送给我爸呀。尺码不对。那我就送给。翻翻你的通讯录，看看能送给谁。现在就翻，立马就送我。 这下能去吃饭了吧？